很烦呢。Go go go！ 好 ，surprise！ 人家还有其他灯吧？暗暗的呢。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帮你拍一下爸爸。这是爸爸第一次住汽车旅馆呢。汽车旅馆好好好。你没有拍我、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好好先跟姐姐，要先拍我、啊。姐姐姐姐姐姐，你要先拍我。你跑啊，姐姐！好好好好。啊！我这上别跑了，你要我溜冰呢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汽车旅馆的大门、嗯。然后呢，这里开始。Hello。可以放一些你的衣服或者裤子。主角是观众们。躲猫猫的时候还可以躲进去，不然太暗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里会有一个 spa 沙发，可是都被拿来放。爸爸还在找电灯开关，你们帮我找一下电灯开关在哪里。然后呢？这样。就是你会看到一个超高的床铺。这是什么？书房的水。姐，你介绍一下这个可以坐。电灯开关啊，小五。然后呢，电梯口这边都可以坐哟。这是电梯。电梯口都可以坐。对啊，我刚才就是坐这个露你的床啦。然后这是一个小孩子弄不到的茶桌。小孩弄不到茶桌，可是我弄得到哦。哦，这个一样躲猫猫，哎，这个躲猫猫不喜欢哦。这个可不可以开？这不能开。哇，里面好多爸爸喜欢喝的。来来来，你看，那你那里不能开，姐姐先坐旁边啊。妈妈不能开，妈妈不能开。妈妈，姐姐等一下就看啦。我先那个花，那个花。好，这个是真花还是假花？假花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这个桌台。好，再来呢，重头戏。重头戏就是这扇门。噔噔噔噔噔。好，这个柜，这台子。好，这里可以洗手，别浪费哦。你自己还不是浪费。这里呢是不织布浴巾，还有一个小泡泡。不织布浴巾。来，那等一下，好，过来，过来。来玩。这是一些那个刮刀、浴帽、香皂、牙刷与牙膏、杯子。棉花棒，还有洗发乳和沐浴乳，接下来重头戏了，一定要吹风机 ，OK、啊。你先垫上马桶啦，我在这里垫上马桶。妈妈，你不要，妈妈你不要说后面的。好了，妈妈一样是暗示的，加油。对不对？好啦，然后马桶呢，小夏都过了。你看，好，重头戏了，等等。里面可以泡澡，还可以当游泳池，对吧？对啊，而且还可以坐着，坐着。我先进去。那边湿湿的，好了，好。对啊，湿湿的不能坐，可是至少你可以人可以坐在上面。那还可以看电视。哎，我也要坐，我要坐坐看。哇，我活下来了。你不要一个人站那么多啦。湿湿的哦，这又是什么？铁球哎，那个是要挡那水，挡水，挡住水，对，好，这样子挡住。你看，我们人都坐在上面了。那按下去就会有按摩手势。我不要，我们赶快走，不要按。先起来再按好了。妹妹拍一下娃娃。这是爸爸第一次住汽车旅馆，你没有拍我。没有，我有在拍，我有拍到你，真的，我有拍到你，这很广的。哇！我进去，这里不是你的床位，妹妹，看我要睡在这里。那我要睡这里。你要睡这里啊？我要睡这里。我要睡这里，我要睡这里。你要睡哪里？我要睡这里。陪你睡啊。那我不要。拜拜。拜拜。